继续回来第二个小时的好事轻松晚报，我是阿哲。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一直跟金曲台语歌王擦身而过的许步凯，欢迎。大家好，哲哥好。哎呀，好事联盟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步凯。已经入围过第四次了，四次对，每一年都推出一张你的专辑。是，对于这个金曲金随缘吧，随缘。听你的专辑也是可以看到你一直在进步，然后你也尝试了很多的音乐的风格。那在这张专辑里面有 Tango， 然后也有摇滚嘛，然后也有你标准的情歌，对，然后也有你自己的创作曲。是，一年收一张，然后又要一直有新的东西。嗯，这个部分是完全放给老师，还是你有自己想要唱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因为这一次请到了曹俊豪老师，然后帮我当音乐统筹，那其实对于我来讲，其实我很放心。对，然后每一年的专辑我都希望说可以突破以往不同的自己。对对，那在这张专辑呢，其实刚刚哲哥有提到，就是说比如说探狗，然后演歌，这是我比较擅长的，然后比如说还有我擅长的情歌，还有摇滚一些比较像有一首歌叫望明月，这首歌就有点 rap 的感觉。是，对，才是 rap。 然后我就说公司做这首歌是怎么了，然后他们就说不会啊，就唱看看嘛。那其实对于我来讲，我是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然后当我没有碰过的事情你要我去做的话，我会真的很极度的没安全感。可是做出来的成品是老师他们公认说啊，这首原来你也可以唱，也可以驾驭。这对自己讲说啊，终于可以卸下一颗很大颗的石头了。对，所以对于我来讲，我觉得也要跟大家说，不管遇到任何事情，新的尝试你们就去做吧。就是、这么励志这样。对，我觉得很励志。对，然后其实刚刚提到自己的创作曲，这个也是希望就是每一年都可以逼自己做一件事情这样。是啊，那就是希望说这张专辑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许步凯。因为其实出道这么多年啊，自己的心境也有一些不一样的转换。那听说这首《单某爱》这首歌曲是四年前就曾经想要收的，但是觉得在心境上啊，是他就一直摆在公司，在公司的那个低潮里面、低潮里面，我不知道。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四年前，我其实曹老师就收了这一首歌，那原本是要给我唱，那我又去录 demo 就唱了，然后他们就觉得说，这四年前的感觉好像就是唱起来比较稚嫩。然后也比较没有受过什么样的创伤或是经历这样子，所以就一直摆着。然后到了四年后就终于拿回来自己唱，而且要讲一下，这首歌比我在四年前还升了一个全 key， 所以你的 key 更高了。曹老师他就把我模拟的 key 就对了，把我逼到墙角啊。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听这首歌。好好好，这首《单某爱》。寂寞的今夜，痴心谁来听？目屎飞袂散，春伤心陪我一条感情线，断做两半，幸福的刻画剩孤单。折磨你敢有在看，窗外的雨声声声在心肝，一句通袂转，写着相思满满，不甘在我的心有我疼。爱伤害，甘愿站在孤单世界，我接受命运的安排，人海中苦守淡薄爱，
注定定拢是属于时光眼，所有痴情啊只不过感情世界注定无你的存在。寂寞，一人一滴汗，窗外的雨声，声声在心肝，一张空的纸，写着心事满满，你敢知我的心有多痛？中飘浪淡薄爱，点点滴滴拢对阮来伤害，甘愿站在孤单世界，甘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人海中苦守淡薄爱，浮浮沉沉拢是伤心断崖，所有痴情我只顾无奈，感情世界注定无你站在孤单世界，我接受命运的安排。人海中苦守淡薄爱，浮浮沉沉拢是伤心断脉。所有痴情我只顾无奈，感情世界注定无你的存在。继续玩好事轻松晚报，今天除了阿哲之外呢，在现场还有许富凯，你好。大家好，大家好。这次带来全新的专辑啊，我觉得这是一张就是很适合秋天听的歌，然后里面有一些淡淡的忧伤的歌曲。但是呢，我又发现你的创作好像不是这么的忧伤，你自己的创作其实跟那个 Dumbo 哎又完全不一样，截然不同。对，他很幸福的感觉啊，人生总是要往正面去看嘛，对不对？对啊，因为 Dumbo 已经够可怜了，那你听到最后，你还是想说，人生还是要保持着正面的人的心态去走完人生，所以就是希望说，也希望在大家听到这一首歌，我也希望成为就是说，比如说近期要结婚的朋友，你们就把它拿去当那个结婚的，比如说主题曲、进行曲也 OK。所以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创造这首歌？哎呦，因为我是半夜不睡觉的人，对，然后那时候我好像不知道，跟我的老师就是这个词曲创作老师，我们就在脑力激荡说，最近的那台语歌好像都是悲情比较居多，我们是不是可以往一个就是比较幸福的方向？我说好，他就给我一些 reference 这样子，好，我就想，然后自己晚上就是默默的在电脑前打出了这一首歌。对，在这张专辑里面啊，除了有你的创作之外，我还要特别一提的，我忘了你在哪一张专辑开始就陆续有收国语歌啊，第二张。对，就是一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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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对，那这一次唱的国语歌有两首，对不对？一首是凤姐翻唱的，翻唱过的《另一种乡愁》。对，那也是之前明视的那个《春花望路》片头曲。对，然后这一次呢，也很开心，请到了姚龙老师跟蔡老师来帮我定制了一首全新的国语歌。你在唱那个国语歌的感觉？对于我来讲，因为我从小就是接触台语歌，所以自己很怕唱国语歌，因为很怕有一个那个技腔，对，台语腔在里面，所以自己会很难，就是很难很抗拒唱国语歌这样子。那我觉得是身边的朋友一直鼓励我说，
你唱故意挂的白天啊，想到你妈唱看麦。对啊，各会塞啊，那麦唱哦，讲好了好了。然后公司说这一次要收国语歌，我说好。然后又请到姚若老师，我想说天哪，我真的不能，就是不能砸他的招牌，所以在家里一直在念，就是念那个念那词，那个词。对，那我也舍去一些就是台语既定的那一些技巧跟口气，蛮好听的啊。我搞不太清哎。其实我今天访问本来就是想要叫你唱国语歌的啊，唱国语歌。原本想要唱一些流行偶像的歌啦，那我们来唱一下那个凤姐的这首歌好不好？你唱副歌会不会紧张？哈，真的、哦？可以吗？可以吗？我的天哪、啊，我都想好我要唱什么流行国语歌了。没有啊，我唱一下啊。啊哈！只要独处，日升日落，许多感触。啊哈！那种滋味，澎湃飞舞，怎么倾诉？还不错，还不错，还可以啦。好，那我们再来听一首这一次的主打歌曲，叫做《爱情刚会当参详》。对，这首歌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爱情刚会当参详》这一次也是请到林东松老师来帮我量身定制这一首歌，那也是现在民视的《风光》片头曲。对，那这一首歌呢，就是希望说，在爱情呢、啊，希望大家可以遇到对的人，好不好？是。越讲越感伤，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歌。爱情的话题不是有听见，有人甜蜜嘛，有人伤心，走到最后愈来愈分明，一个决定是合也是离，爱情的意义无强求两字，悲欢离合一切拢无怨天，缘分若是接近相爱一颗心，相信怀疑才开始。我们爱情敢会当参详，留一个永远在身边陪阮一生，当情关路花开，有心人花烧碎，追求幸福甘着顺天。我们爱情敢会当参详，小小的要求莫笑阮天真，该袂放弃，总是不愿去伤心，一段坚定的感情伤梦想不定。相信怀疑才开始，我们爱情敢会当参详，留一个永远在身边陪阮一生，梦情关路花开，有心人花烧碎，追求幸福甘着酸甜。我们爱情敢会当参详，小小的要求莫笑阮天真，敢爱袂放弃，总是
我相信这段坚定的感情相望想不停我们爱情敢会当参详留一个永远在身边陪阮一生梦情断落花开有心难看相思追求幸福感就算起我们爱情敢会当参详小小的要求莫笑阮天真甲爱袂放弃总是不愿我相信这段坚定的感情相望想不回来好是轻松晚报。今天除了阿哲之外呢，现场还有一位脱星，我叫脱线呐、啊。徐富凯，你好，嗨，大家好，杰哥好。这一次这张专辑啊，要不要在最后跟大家再一次的介绍这整张专辑，来那个喊话一下好了，我们跟那个明年的那个金曲评审喊话一下，请他仔细听好这张专辑。好，来，我自己都会心虚哦，没有啊，这。很用心，我们真的很用心。如果有买专辑的朋友，或是评审老师们，你看一下我们里面的包装，还有就是里面的一些词曲创作老师们，其实他们都非常的用心。然后在配唱的当中呢，也真的自己抛开了以前既定的徐富凯，然后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尝试。那也希望大家呢，在因为已经发行了，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实体专辑，感谢你们，谢谢。好多多支持这张专辑是。好，那最后我们要来听，我觉得这张专辑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旧港调》，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在里面呢、啊，它的浓度不是特别的浓的，它不是极悲，也不是极 happy 的歌， yeah, 听起来非慢慢渗透对，很舒服。因为。这次去日本，然后我遇到就是我的这个作词老师叫森佑士老师，他也写过很多二姐的歌，比如说《昂耍》《泡蛙虾》嗯，对。然后这一次我特别去跟他见面，跟他说谢谢，然后把这一首歌给我唱这样子，对，很谢谢森佑士老师。好，那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歌咯。好，也谢谢你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哲哥，谢谢大家。爱情歌算愈吃里面。交你我来唱，山唱甲乱糟糟，敢是你我的曲无共调，也是互相的体谅，努力也顾无够，敢用心唱的情歌，山大声用哪有？该温柔的开口，却不知着体后。心内不通哭，哪会当搁唱同调？我想我已经会晓，配合你的节奏。心内不通哭。会当歌唱同调，我会用心来伴奏，对初恋情歌唱到结算愈吃微妙，交予你我来唱。
心甲乱糟糟，但是你我的气无同调，也是互相的体谅，努力也顾无够。该用心唱的情歌，山大声用呐喉，该温柔的开口，煞不知着体后。心愿通透，哪会当搁唱同调？我想我已经会晓陪家己的节奏，心也愿通透，哪会当搁唱同调？我会用心来伴奏，对所恋情歌唱到结尾，我会用心来伴奏，对所恋情歌唱到。